那边那个双核伞呢、啊、确实是由千年制药最先研发出来的吗？它确实是他烧。你到总公司来有什么事啊，独孤荣琪小姐？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？我的后辈。那你是胆子很大了，居然到男人独自在的家里，还是有妇之夫的家。无法容忍你这背叛感，说不定会把你给杀掉。但是被抢走的人更坏，不是吗？如果是珍惜的人，就要好好的守住才对。那、啊、这个坏女人，你在干嘛？快点跟我回家呀、啊！我拜托你了，不要动摇我先生。我好害怕，前辈，害怕会失去你。我有爱人了，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。